这个就是我心中的卤肉饭。真的吗？他们牛肉面一天大概只卖60碗左右。哇！我来猜猜看，这个牛肉面的价钱？300G吧。380。公布价格。各位，我给你准备好几件啊。6/6晚间8点，广生堂花青贺贺，花甲少年去旅行。广生堂花青贺贺，添加的燕窝更有感。